鼓励民众走出家门，热闹迎中秋。武器区公所十号晚间在武器区田径运动场提前举办庆祝晚会，不但有在地团体带来精彩的萨克斯风演出，还有多组艺人轮番上阵演唱，炒热会场气氛。除此之外，公所也准备摸彩活动，提供液晶电视、冰箱、平板、电脑等大奖，吸引上千位民众参加。优美的乐音飘扬整个会场，由在地团体带来精彩的萨克斯风演奏，让人听得如痴如醉。而紧接着穿着华丽服装的女子团体则是带来击鼓表演，结合灯光音响魅力四射，也吸引全场的目光。流传几十年，暗冰暖梦，敢有胆量心爱人。与地方欢庆中秋，十号晚间武器区公所是提前举办迎风邀月庆中秋的晚会，而除了有在地团体带来精彩表演外，也有多组的艺人轮番上阵演唱。而压轴演出的是台语歌手向慧玲来高歌，并搭配劲歌热舞，把现场的气氛带到最高潮。我们今天邀请的歌手呢，卡斯阵容非常坚强，所以我们在地的歌手们樊等大师兄的一个萨克斯风的表演，然后也请来知名的歌手陈思安、田雅霍还有向慧玲等知名歌手来做一个比较精彩表演。那表演晚上当中也有摸彩的一个活动，那也欢迎我们各位乡亲能来共襄盛举。除了有精彩的歌唱表演外，公所也特别准备液晶电视、冰箱、平板电脑等大奖来提供摸彩，而一旁还设有各种的宣导摊位，丰富多元的节目安排，让民众提前感受热闹的中秋氛围。记者陈柏翰台中采访到。